神洛德预知到空间裂隙的危机已过去了很久。万年来，人类飞速发展，但埋藏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。现在危机将近，空间裂隙已经出现，洛德的最终试炼也已开启。勇者们汇聚在这座孤岛，进入女神设下的虚拟试炼。通过选拔的人们将带领人类抗击这万年最大的威胁。肩负着荣耀与责任的孤岛先锋，会是你吗？你让他打回去。哇，全球同服，它只有一个服务器，所以说只要你下载这游戏，全部人一起玩，全球。他说全球有几亿人口，所以说有可能每个人都下载，你跟几亿人口在里面玩。选择一个形象，能力无区别。男生首选应是两个啊，就两个。化身为正义之利刃，刺破黑暗。圣殿骑士团，还有一个正在待命。世界首屈一指的科技公司。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偏偏要靠实力。有好玩的事情找我吗？有好玩的事情找我吗？其实不管你是男女，你选任何角色其实都没有什么重要性啊。化身为正义之利刃，刺破黑暗。我就选这个，看起来比较酷，比较类似。孤岛先锋，其实它这游戏大同小异啊，就和现在请拖动左摇杆前往指定地点，拾起地上的武器吧。有空余栏位时，武器、道具和装备会被快拖动攻击键击败挑战者。其实你们先看个画面，其实哇，有自动回血。特定的装备会强化特定武器的攻击效果。前往指定地点拾取罗宾汉帽。所以你们先谈恩爱，其实还是新手装备罗宾汉帽。你的复合弓将会一次发射三支箭矢。所以说他的武器就是有荧光性的。快试试强化复合弓的威力吧。但我的是新手，现在就变成原来个什么。想知道每件装备的特殊效果，可以打开背包查看你的装备，持续按住装备图标会出现该装备的介绍。你可以携带两把武器，前往指定地点拾取第二把武器吧。当你想切换武器时，点击右下角的武器图标可以切换到另一把武器。想替换身上的物品时，可以按住拾取列表中的物品图标，然后拖动物品图标进行替换操作。
想丢掉身上的装备，可以拖动背包的对应图标到空白区域处。进入草丛可获得隐身效果，你可以躲在草丛埋伏其他挑战者。当头顶出现眼睛图标，说明你处于隐身。当脚下出现声音信号，说明对应方向有声音传来，要留似乎有脚步声。快滑动屏幕查看情况，在草丛中发起攻击可获得先手优势。趁着敌方没发现你，发动突袭吧。所以说这一款游戏其实就是我所说的摸包加刺激相爱情，所以说两个游戏都有玩的话你就很容易玩了。它游戏规则有五种，每场训练接近100人，通过消场进入地图场景，捡装备、武器、道具，躲避蓄业空间，抢夺稀有物资，活到最后成为孤岛先锋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他可能不是靠杀人，他是抢夺。大吉大利，教学完毕。完毕。天赋吗？接下来就要开始一场实战比赛了。在坚强青铜的段位时，你只能接触到操作简单的游戏道具。当你升级到更高的天梯段位后，你才能体验到更多操作复杂的游戏道具。现在就去参加一场天梯比赛吧。类似这种游戏啊，其实啊，它另有排位赛的。你前面的玩的话啊，不管你几拆啊，你能获胜了。我这个比较特别，单人、双人、五人。哦，还有不计分啊！所以说，如果我输的话，我就是玩爽嘛。如果说我输的话，不管是输赢啊，他也是没有统计分数。其实很不错。吾将为荣耀而战，至死方休。你这个又超大你，而且还给他让人家挑战你哦。
你是僵尸啊，有这样的东西啊。这样的东西啊，游戏很酷炫呢，还有滑板。重点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。可能它的画面是好玩，但是比较不适合我了。那个金走了，妈的！空间碎裂，请尽快进入安全区。还要这么？不是。有点卡哎，然后我死了哎。没有，我觉得换个地方好好玩。打游戏最重要就是要玩得开心，我陪你们看的时候我也玩得开心，所以说最重要就是开心。我不能买中我就惊了，其实我这样的姿势还不算最符合，我每次玩的时候就是很这样，就是吾将为荣耀而战，誓死方休。先放这，我先拿我的东西。我觉得我需要多一点的了解它这游戏。我期待明天的更新。
过后我玩的会更顺利。真是怎么样？不是，我有点卡。大兄弟，我有点卡，大兄弟。我不习惯这个游戏，明明我拿着刀拿着武器在砍着他，为什么就不能死？他的创新对于我来说，我一开始原本以为我这两款游戏我都有玩，它结合起来我或许玩得更顺一点。
但是没有想到会有出反差，是不是？或许我真的不适合，我适合就是当一吃鸡吃鸡，摸包摸包，结合起来的 ，not for me， 不适合我。我会多加的研究，然后他明天更新的时候，我就再看。结束这张影片之前，我不是结束这张影片过后，我会去学那些攻略。我是看过人家玩，但是没有想到我自己玩的时候这样差，所以说我会多看人家玩，多找一些攻略。假如明天或者后天我玩的时候，拍影片的时候有更好的改变给你们，因为其实这也算是对我的一种成长。因为如果说它虽然是简单，每次一地把游戏它就会让你赢，但是我觉得这游戏没有，它没有设计那种人机，它全部都好像感觉像是真人。如果说人机，我不可能打完想要输嘛，对吧？而且你看这个人还打了三次。我觉得他武器也是有关联的，对手用了什么武器，而且所以说空间碎裂，请尽快进入安全区。如果说我第一场我就赢了过后，我下一集的影片要怎么拍，所以说一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也算是对我的成长，因为我下一期的时候我可以比这一期厉害，在下下一期前比这期厉害，也算是你看到我的成长。就说今天这个影片也算是太极不利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下，所以说就算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是会 upload 给你们看，不然我讲这么多什么呢？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到下个影片看，然后下一个影片还能看到我的成长。所以说今天这枚影片这支影片就到这里，所以说我们下个影片见，还有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分享出去让你的朋友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